What works in bed? Hey, I'll tell you one time. Thank you.
他一周得每周都去大采购一次，但是猪下面还是很酥，他别想吃零食。这是不是发车的信号？并不是。这猪在这里是怎样一个体验？我感觉这是他家养的，是隔绝的体验。应该是我感觉只能住一周。应该是今天涮羊肉，明天羊肉串，后天孜然羊肉，一头羊了。对，大后天吃羊蝎子吧，应该。我有点，这给我有一种那个海贝和他爷爷的那个画面。哦，山顶的一次，这是山顶的。
Thank you.